know. Hello，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呀。毛豆，毛豆，这是姚婆婆和姚爷爷种的。我们家不种黄豆。好香啊！洗干净哦，这个黄豆很好的，鼓鼓的，就要买这种鼓鼓的黄豆，吃起来才香。有一些黄豆里面籽是瘪的，不好吃，这种好吃一些，这种比较适合做毛豆吃。哇，洗干净了，茄子，茄子，茄子喽，哪儿都是黄豆。白天的蛮干净的，晚上他睡觉睡觉。那个妈没回来。天天在讲，嘎点蚊子多大还讲把我呕，他把我给呕死了还讲。料包，调料包里面有很多调料，八角啊，桂皮啊，好多好多。现在倒一点面条芯，生抽、酱油，凭感觉倒。盐、辣椒、油，植物油。哎，我翻过来，哇，现在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哎呦，不行！哦，晒干啦，倒点落叶，这点木耳，这个木耳这两天天气热，已经晒干了。如果一下雨，它们就长蓬松了，特别多。就在我们家旁边，这是汪师傅自己放的几棵烂树，就这种树它才会长木耳，其他树是不长的。我不知道这个树叫什么树。以前在我们的马路旁边有很多这种树。你没听我，这是在我们家摘的木耳，黑木耳，自己家的黑木耳，等一下洗一下。你袋子，
哇，煮好了，好香啊！嗯，毛豆，哇，真不错。好香啊！妻子想要吃的，蹲在那儿看着。啊，我是把别人喊的似的。